中国院子，北京四合院形式的，哎呦，这还有雕刻，浮雕，浮雕是什么？盘龙城，哦，盘龙城，盘龙城呢、啊？这是一个盘龙城，对面是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。盘龙城，商代的遗址。哎，不是，哦，这边走的，哎，盘山区，这里的，好好好。盘山区。我们引进了国际顶尖技术的生产设备。宝安房地产有限公司，中国式建筑啊。是有钱人住的，鸟语花香啊。云龙路，了了，还了啊。嘿、hey。
民粹院。这边是联排别墅，这边是。哦，这就是，这边就是别墅了，独栋别墅，像四合院一样，北京四合院。好高的院子，院墙。青楼湾号在哪里啊？白山区。这里上去是吧？哦。往上走，还是左边是吧？好好，我走过，我好好好，我走过了。好，看到院子了。
不是这个颜色吧？这个颜色。哇！好，看到院子了。不是这个院子吧？这个院子不对。
啊、哦。